各位观众好，欢迎来到 Night Store 频道，我是你们的频道主小燕 Night。 如果你是新观众，请记得再帮我们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有最新的影片你都不会错过。目前频道已经开启了会员功能，如果想要免广告下载软体或是抢先看影片，可以再加入我们哦。这期的夜想要来介绍的是现实免费正版游戏 The Hunter Call of the Wild。 这是一款第一人称开放世界的狩猎游戏，玩家可以在精细的场景中沉浸在充满生机的大自然中，狩猎着各种动物与生物。本游戏讲求真实，让玩家可以探索世界各种不同的区域，在极其丰富的与广阔的世界中狩猎冒险。在游戏中，玩家也可以自定自己的武器，从弓箭到步枪再到风向都是有讲究的，玩家需要认真练习才能在每一次狩猎中有收获。游戏也提供多人模式可以游玩。那么这部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再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的频道都会分享各种好玩好用的软体与网页，还有我个人的废话与生活体验，也有各种暗黑传送门给大家使用。那感谢大家，拜拜。